新北市淡水区农会今年甲在地的11间业者来合作，推出金瓜特色料理。有一间知名的连锁饭店，就推出三道金瓜新菜色，邀请大家来到淡水来品尝。而且伫6月底以前，民众会当到合作的餐厅还是店家食金瓜料理，就有机会会当得到限量的抽奖券。为了推广金瓜，淡水区农会今年甲11家的在地业者来合作，推出季节限定的金瓜特色料理。有一间知名的连锁饭店业者，除了用原本招牌的金瓜米粉了后，这次又增加三种的新菜式，包括有松露金瓜炒饭、金瓜烩牛肉以及栗子南瓜烧鸡球，特别采用两种的金瓜来让料理看起来都很好吃。我们有结合用那个栗子南瓜，还有台湾的南瓜，因为台湾南瓜本身味道比较有味道，啊，栗子南瓜可能颜色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们会打在一起下去烹调。嗯，金瓜料理起来是有真侪种，连皮落去煮，也是拍成金瓜泥，麦当做成中式料理点心，是非常多元。淡水农会表示，到六月底为止，到淡水合作的餐饮业者点金瓜料理，就能得到抽奖券。限量2000张送完为止，奖品包括有金瓜副产品、美食餐券等等。欢迎民众趁着金瓜的产季来到淡水来品尝季节限定的金瓜特色料理。记者陈小丹新店报道。